会发生的。黄宗翰轮转到底线，克伦纽克拿球要打金恩这个点，哦，这一次有看蓝光了。这球进攻端只有两球零星的进球，整体来说并没有什么体系可言。曹勋香的一个外线出手得分，到篮板再出手动作。因为现在现代篮球大概0.4秒才会构成所谓的一个出手。对，那篮底下科伦纽克接获丁丁的助攻，也是经验非常丰富的球员。对，不过他的外观看不出他已经是有年纪的球员，对，他已经39岁了，太危险了，一副两分停了非常久的样子。对。现在对战神来说，他们的得分点可不可以支撑他们打缺阵的时候，那对战力一定是有明显的落差。第二打也拔进，对战神来说超过对手的一半。曹勋香 Kuminga 的配合地板球，恩多找到篮底下的科伦纽克，科伦纽克要位置，那吴鸿新守他，一个大转身的勾射，裁判又补了一个哨音在篮底下。这个球是球进算啊。篮底下要到位置了，科伦纽克12分的得分，28颗，抱歉，说这命中率是有点起伏，只有3成0，比较不符合小台过去的一个水准。哇，科伦纽克大火锅扇下来，力量是蛮够的。对 ，Cousins 当然是攻击端很全面的中锋。哇，篮底下科伦纽克。两罚中，他们也需要一场终止他们5连败泥沼的胜利。一个 touch pass 给到科伦纽克，哇，这是一个多余的碰撞，而且是跟队友之间的一个默契配合。对，至少在 ATO 之后，战神很快的在第一波进攻就有分数进账，大胜这场比赛第4次的助攻。而且下半场现在看到猎鹰这边也并没有派上米可，可能就想要得。哇，而且德古拉又离开禁区了，那掉到篮底下科伦纽克，而且现在看起来苏伊丁都非常的有水准。对，这一球也是德古拉，你看前面好几个 play 都是德古拉补防到外围来不及护框，最后就是苏玉静被对方的洋将吃了。对，就是这个球，苏玉静觉得德古拉应该是要，不然的话可能连篮板的制空权也会丧失。高地位的一个配合给到篮底下科伦纽克，哇，没有了。